台通董事长李庆煌先前因台智光图利案曾遭检察官约谈，如今又有意外发现。今年三月八号，台智光的母公司台通光电发布重讯，指出董事会决议预定买回500万股的库藏股，而李庆煌和他儿子李家豪及女儿还有前媳妇等人，在公告实施库藏股重大讯息禁止交易期间，疑似利用亲友账户进场买卖股票，合计不法利益恐怕超过1亿元。廉政署23号兵分九路搜索，将董事长家族亲友共9人约谈到案。我心里觉得委屈，谢谢。李庆煌被移送北检时挥挥手强调自己没有涉及内线交易，目前已将李庆煌移送，检察官准备声押儿子李家豪同为被告的黄姓亲友350万元交保。先前李庆煌因涉及行贿官说台北市议员陈筹文数百万，拉高北市警用监视器预算，遭检联搜索约谈，当时他否认行贿，目前全案仍在侦办中。